climate change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human rights and one of the biggest injustices of our time. So we will set up one center for you in there itself. We would love to bring all of the filmmakers and the protagonists, all expenses paid, for 2 days workshop to meet with other donors and especially NGOs who work in these causes that you guys do. I would be very happy to contribute my time, my connections, and personal funds to make sure that the movie is don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Good Pitch is a global program where we connect independent filmmakers with new allies and partners in order to create social change. Everyone who comes into this room today is bound here by a single idea. How can we take the most important stories in the world and get them to the audiences that matter? These are complicated times, and we need new stories. And we need stories to reach people who feel disenfranchised, who feel confused, who feel frustrated. When I Dark Society 以及 Impact Film 影响力影像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关注社会创新，也非常相信影像的力量。那如果能把影响力影像的制作经验能翻译成中文，相信也会为中文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带来更多新的机会，打开新的思路。Dark Society 在2019年更新了一版近10万字的指导手册，我发了一篇文章，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和我一起把它翻译成中文。文章发出去以后，我从四面八方收到了回复和响应。因为我同时呢也是一名纪录片的导演，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学习的机会。目前在意大利米兰，是一名留学生。Impact Film 影像力影像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概念。它所就关注的领域，影响力啊，包括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变革这一块，都是我感兴趣的一些议题。我是觉得能完成一个大题，那么就是在余生我想完成任何事情，对我来说可能都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困难。自己在学 journalism 这方面的课，相当于政治学的一个部分，觉得影像或者纪录片做一个媒介是一个很重要的讲故事然后引起社会变革的方式。也许影响力影像或者纪录片它会是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是都是可以值得去尝试的。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到政府落地这个政策中间直接撬动的这个点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共振，然后呢提速，就是关键字是四个，共振提速。讲故事了之后，它是不是有人看了它就会自动会达到了那个改变呢？其实不一定的。所以到底你是怎么去做这个改变也是我们说的 impact 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吧，就是弱动词，就是我们可能会说 give good reaction 怎么怎么样，它其实就是 react。我的书房，然后整个翻译过程除了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办公室，我给我的阳台改造了一下。这一个是我跟我爸一起共用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就会在这写字，但是他写的字，这个 gatekeeper， 妈在想这 gatekeeper 怎么翻译的，守门的人。翻译这块的话，就是如果非常的细心，就是可能没太注意到，把那个单词的背景注释和单词翻译两个给搞。Thank you.
觉这一两个小时我可以专注在翻译的工作，然后也可以从别的纪录片的故事当中看到别的人生故事和他们在面对人生艰难困苦的一些时刻怎么样非常坚强，非常不放弃。有提到一个词，就是说这次的翻译给我们有一个就是那种 meditation 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样一份社会影响力纪录片的翻译工作其实给了我挺大的一个精神安慰的。因为在我回湖北老家期间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让我觉得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去做的，然后我还是有力量可以去贡献出来的。我们三亚已经评估为疫情低风险区域了，为了复工复产，我们逐步放开了管控，但疫情依然还没有解除，现在不能麻痹大意。在翻译过程当中，借着查资料的机会，看到了很多不同语言、肤色、种族的人在荧幕前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也感知到了世界另一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我看到了备受污染的海洋，成堆的塑料垃圾，疲于生计的人群。这些文本中会有很多例子，关于纪录片工作者如何借助影像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那这些故事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思考，里边有大量丰富的案例，很多实用的可操作性的工具，所以整个翻译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断的答疑和解惑的过程，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灵感的迸发，会有会心的一笑，甚至会有拍案叫绝的这样的瞬间。对于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想象。就真的做自己有信念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件自己真的投入或者是很热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种散发出来的能量就是很不一样。同时也启发到我，就是以后就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了团队合作的驱动力。大家其实都挺忙的，而且这段时期很多人都挺动荡，但是所有人都非常负责地完成了各自承诺的工作，还能做到彼此体谅，互相帮助。大家甚至都还没有在线下见过面，所以因为同样的相信和愿景，聚合了同类的人，这产生的驱动力是非常巨大的。